双溪大年会所首次浴佛活动就有1000位民众来参加，排列图形，欢喜迎接晨光，期待浴佛时刻的到来。妈祖都参加慈济，我本身还在学习当中，因为有公干的机会，每年这个时候如果出差到哪边，就就近参加慈济的这个浴佛节。除了浴佛，也推广素食，校长带头响应。这素食真的是很美味，所以那孩子每个吃了还要再吃，我看有几个吃了再吃，我觉得。只要做得好的话呢，这个素食是可以推广的，孩子们都可以接受的。古晋联络处则是在体育馆内举行浴佛活动，政府官员特地出席。素食方面，在我们照顾我们社会方面，在医药方面，还有在很多种的这个 recycle 方面都做得相当好。现场还有孝心活动，妈妈们是感动落泪。我的女儿有，他们是孝顺我，可是没我搞我一桌，不准一桌这样啦，很感动。最动人的感恩也就在此刻。神教来教我要这样子做个妈妈，然后妈妈 I love you。大爱新闻真是美之工马来西亚报道。